好多叫你们都是我扣，今天我请客。欢迎欢迎，好，班长。在哪里啊？我在家。赶紧过来。欢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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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叔叔，叔叔，真听话，进里面坐，今天请客是吧？请客，结婚宴席是吧？有结婚宴席就好，没有是吧？我要等着你帮我介绍一个人，走，现在就带你去，别吃了，再办，等一会儿回来再吃，先给你介绍，先给你介绍，哎，待会儿进不进？进，待会儿我去上课，随便你挑。都是单身小姐姐，那是一坨一坨的。那种单身小姐姐靠不住啊，太漂亮了。你是在说我吗？那有没有小心？小心一点，进里面坐。啊，坐坐坐。啊，一点点这些。你们不够再来点。欢迎欢迎欢迎，来哥。恭喜恭喜，先恭喜，恭喜发财，先恭喜，先恭喜，拿来。真的吗？那您到齐了没有啊？好像还差几个人吧？还差几个人呢、啊？还有你嫂子跟大哥，如果王叔也来吗？哦，哇，你看这样这个桌，好大。姐姐你看，兄弟，问一下，这个是哪根筋搭错还是啥？我放宽了嘞。啊，为什么请这个客人？那个就是，那就是，反正今天也有好多粉丝跟多多，你怎么那么抠呢？哦，因为这个原因啊。哎呦我的妈！
好了，这就这边就放你这里，要是这边就这样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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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